见信如晤。我写这封信的时候，还是世上活着的人。当你看到信的时候，我也是阴间的鬼了。六七年前，我离开这个家再回来的时候，你抽泣着和我说，希望以后我在远行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你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。那时候，我答应了。十几天前我回家时，就想把这次的事情告诉你，可等到与你相识，却又不能开口。况且你有了身孕，更怕你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。我猜我们的第二个孩子，如果是女孩，必是像极了你；又或者是男孩，也要让他像我一样，完成我的未尽之志。我从不曾把我的志向告诉你。